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我们看一下，因为接下来我们有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哈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有很多都是引这一部经的啊，那我们先看这个讲义第十九页啊，我们上讲到这里，各个为人悉谈这里，他说这个观人心行而为说法。如经中说，啊，我们讲到这里，杂业报，杂报业故，杂生世间得杂处杂受。好，那这个引的经啊，它注解是写的这个也难传的啊，但是其实你如果从这整个文来看啊，它这个应该也是引，也是引这部《中阿含品婆娑罗王因佛经》。那么，中阿含就是。有关业的部分大部分都在里面啊，那我们先来看啊，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讲义第十九第十八页开始啊，我们看讲义第十八页他在讲世界悉谈的时候啊，那么他就讲佛是十语人，云何言我以清净天眼，清净天眼啊，见此众生随善恶业使此生彼。好，那么这个啊基本上是就是引这个，就是引这个啊，娑婆说就引这个《频婆娑罗王因佛经》啊，我以清净天眼在这里啊。那么等一下我们再来稍微讲一下哈、啊。好，在这里啊，我以清净天眼啊，出过于人啊啊。那么这个是就是啊，它底下也有注解啊啊。那么讲。众生随善恶业使此生彼受果报啊，就是其实就这一段啊，它是简单写啊，总结来讲啊，使此生彼啊，出见此众生死时生死啊，然后底下啊这一些啊，那么这个使此生彼啊受果报，善业者生天人，恶业者堕三恶道啊，善业者啊生天人啊，恶业者啊。堕地狱啊，然后善业者升天人，乃至天上啊，生善处乃至天上。好，那么这个是啊啊，我们说在这个第世界悉谈里面啊，他引用的啊，那么另外啊，他又他底下如平沙王迎经啊，那么
这是底下这个这一段其实就是平山王迎亲的。那么他底下又讲啊，他前面没有讲啊，就是世界西坛我以清净天眼这边很明显就是引用平山王迎亲的啊。那么底下如平山王迎中平山王迎经中说，凡人不闻法，凡人作于我。好，那么这个他就有注明平山王迎经，但是前面那个也是平山王迎经啊，那这个有注解啊，那其实是一样的，凡人不闻法，凡人作于我啊。那么他是讲到无应无我的时候啊，那么就在这里啊，愚痴凡夫不有所闻，见我是我而着于我啊。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就是这已经引两部经了。好，那再看第三个。好，那么就是我们看第十九页啊，第三行，若实无人，佛云何眼？我天眼见众生啊，就在讲这个，我以天眼啊，我以清净天眼啊。出过于人，见此众生，我以天眼见众生，也是引这一部的，啊，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第一个那个，我以天眼见众生，为什么要这么讲？好，现在要来讲第四个了，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杂报业故，杂生世间得杂畜杂兽。好，那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样讲不太清楚。好，那么这个杂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好了啊，就是说通常啊分黑夜白夜啊杂夜。那么这里啊，举个例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注解啊。这个黑板啊，只能写这样。好，那么就是说，为这里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个啊，就是通常哈、啊、黑夜啊，等一下我们再来引黑夜，它基本上就是说三恶道的果报啊，白夜就说人天的果报，这是一般的说法。但是啊，他底下还有引这个那因为黑夜就三十二道果报，白夜是说人天的果报，但是啊，这个业的分别里面啊，在业报分别经里面啊，那么他就从这个地方啊，那么再讲啊，比如说他这个生地狱，这个只是我们说的隐业啊，那么隐业人中还有所谓的满业啊，那么所以这一些就变成杂业，就是人中啊，人中就变成有杂业报，作为人啊，就有杂业报。啊，这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啊。那所以基本上啊，他这里说的所谓的杂报业故，杂生世间啊，就生在这个世间，那么得杂处杂受，就是有苦乐，有苦有乐，有烦恼有不烦恼，有苦有乐。所以他这里啊，简单讲就是什么杂处业、杂业、杂报，就是你成就身口意善行。啊，这个是白业啊，不回谤圣人啊。那么正见成就，那么正见业啊，那基本上因此缘此身坏命中必生善处啊。这个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说这个是白业啊。但是白业做人里面，它又有分啊，分得比较细，就是说你短命多病啊，长寿健康啊，庄严不庄严啊，啊妙不妙色啊，这一些啊，就是这里好色、恶色。或妙或不妙啊，那么往来善处即不善处，这个善处即不善处就是啊不善处善处啊，但是你善处的善处跟不善处里面都有啊，好比较好比较不好啊，自己是做狗也有比较漂亮比较不漂亮，比较得人疼比较不得人疼，脾气比较好比较不好，那人也一样啊，六道里面，所以它有所谓的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啊，那么这里是所谓的隐业，这里是所谓的满业啊，就是死的时候，然后在出生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轮回的时候，随此众生之所作业啊，那么他有这样的状况啊，有这样的状况。好，那么所以这里其实就是啊第四个啊，见此众生生死死时啊，就是第四个啊，杂业报故，杂报业故。就是说
这一部经我们看很明显的就是它这四个部分，包括杂报业故，杂生世间得杂畜杂兽，啊，这里就是所谓的杂畜杂兽，啊，那么等一下我们再来讲畜跟兽，啊，那么先讲这个，就是说，所以啊，我们上次有讲啊，就是说，它这一部分啊，基本上都是引用这个，引用这个频婆娑罗王银佛经啊，那底下有说啊，因为他以后是啊，那么可怕，恐怕他做断面啊，那么所以啊，那么做断面啊，那他就会啊造恶业啊，那么所以他这里也有讲啊，就是什么成就邪见业啊，那么邪见业断灭啊，也是一种邪见啊，它容易造作恶业。好，那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的啊，就是说频婆娑罗王银佛经。那么大智度论这里啊，讲到四悉檀，那世界悉檀跟各个为人悉檀这一部分啊，那基本上是引用这一部经的。那这一部经我们上次有说过啊，就是佛度了三迦叶啊，那为三迦叶，就把三迦叶带到啊王舍城旁边的啊，一个森林里面，那森林放光啊，那国王啊就带领大家都去，啊，看到这个三迦叶跟佛坐在一起，那么知道三迦叶是依止佛了，因为频婆娑罗王以前是依止三迦叶的啊，就优罗频罗迦叶啊，那后来发现啊，他的师父跟着瞿昙悉达多了啊，那么后来啊，那这个佛啊，佛就为国王说法。啊，一开始跟他说啊，一开始跟他说这个端正法啊，就是布施、持戒、升天，啊，那这个我们现在佛教徒看来，就是没有什么啊。但是其实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么他们升天的方法不是布施、持戒，啊，就是祷告啦、祈祷啦，啊，然后类似像这样啊，那么持咒啦，啊，然后念湿婆神啊，啊，然后礼拜湿婆神啊，啊，那佛陀说。或是说苦行外道啊，那么受苦啊，那么就是一天洗三次澡啊，或是用火啊，那么他就可以消业障啊。这个在当时是很流行，其实各式各样的方法。但是佛陀告诉他，这些方法不是真的能够升天，不是真的能够离苦得乐啊，不是啊。那么你要离苦，就是要不造恶业；你要得乐，就是要造善业啊。就世间法就是十二业跟十三业啊，那么你就是要离去十二业，那照做十三业，那么离去十二业你就不受苦，照做十三业你就可以得乐啊。那这个在当时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其实世间，你看世间多数的人也是这样啊。那么你要有贵人啊，你就去做法啊，或是你要打小人啊，你要去做法啊，你要富贵啊，你去迎财神，迎财神就会有钱啊。你要好姻缘啊，你就必拜月老，或是拜那个什么动物的啊，狐狸的啊什么啊。那么这样类似像这样的方法，那这个就是非因即因，这个在当时很普遍，现在还是很多了啊，现在还是很多啊。那像我们现在也有一点点，像佛教徒也有一点是这样的非因即因啊。比如说你生病，那么你就念药师佛，念药师咒，然后病就会好啊。那跟当时。婆罗门教啊，这是在外道啊。那么这个生病啊，有罪了，到恒河里面去洗澡啊，或者祈祷梵天神，或者祈祷刀立天神啊。那么希望让他病好，是一样的。佛陀说不是，病有病因啊。那么你要知道，这个病因多数来自于杀生啊。那么杀生就是短命病啊，多病短命多病，所以你要起慈悲心。那杀生跟你的嗔恨心，跟你。伤害众生的行为有关，不是跟神有关，不是跟神原谅不原谅你，是不是福给你有关，那么听不听你忏悔有关，不是，是跟你的行为有关。那么你必须改变你的行为，为你过去的行为就是认错改过，那不再做啊，那么你才有办法改变。那如果你造的业重，那么你还必须补偿，就是说你过去杀生业多，那么你这一生就要护身业要造的比较多，你过去偷盗业多，那么你这一生布施的业就要造的比较多，
啊，那这个基本上就看出你的所谓的忏悔改过，你知道错在哪里。就好像啊，你以前那么吃东西不节制，吃到血管塞掉了。好，那么你现在那个会塞血管的你就不要吃，那个会通血管的你就要多吃啊，这样才可以改善嘛。啊，那你去拜一个神，让他叫你，让他赐给你血管通啊，没办法啊，没办法。那么我们的佛法也是这样。那就当时，在当时，很多人不晓得善恶业报的道理啊，所以佛陀为这个品婆娑罗王说，你看他们要修福报，三加社就拜佛啊，就要让那个火不灭啊。那什么时候要举行什么仪式，这个很重要啊。就好像我们有些就初一十五要吃素啊，那其他的时间就没关系啊。那就是他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日子、有固定的仪式啊。那么他觉得这个要保持就比较重要，不是保持你内心的善良比较重要啊，不是那个火啊，或是那个时间，或是那个声音，那个什么啊，不是啊。那么这个佛陀在当时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虽然是这样，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多数也都跟外道一样，真的。你好好想，你现在这个因，你现在造作的这个方法啊，就是八正道，你现在这个方法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方法？那么什么叫做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方法呢？你这样受苦的因，就是你这样的问题的原因，根本原因是什么啊？根本原因在哪里啊？那你要把它找出来解决它啊。那么你比如说你的身体是因为缺钙所以得骨质疏松，那你一直吃饭你也改善不了骨质疏松啊，你只是解决饿，不是解决骨质疏松啊。所以你要看怎么样东西富含钙，那么你又要能吸收，那要这样，那你要避免再让骨质疏松，其实就是这样的方法而已嘛。那一样善恶业也是这样啊。那么所以啊，他就跟他讲啊，讲师界升天之法啊，这个是我简，他原文不是这样啊，大概我简说了啊，但因为他蛮长的啊。那么先跟他讲啊，那么有些人听了也不欢喜啊，啊，端正法啊，就是师界升天之法了，布施持戒升天啊，一般的人嘛啊。然后后来再跟他讲，看他对这个哎相信了，欢喜了啊，再跟他讲什么解脱法啊，那么无我啊，那么讲了无我之后啊，那么很多人就有疑问了，那如果无我，那谁在受苦，谁在受乐，谁在解脱，谁在轮回啊，就会有这种问题了。那佛陀就开始讲啊，愚痴凡夫不有所闻啊，这个上次我们讲了啊，见我是我而着于我啊，就是这个是这里啊引用的啊。然后就开始讲啊，为什么啊，就是其实啊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但是你看到众生有众生生死，有众生生死，但没有实在的众生，有众生在生死，为什么啊？因缘和合啊，因缘和合就有众生，因缘不和合了，众生就没有了啊。所以啊，法生法灭啊，其实是这样而已。那佛陀说有众生生死，并不是说实有众生在生死，有这个生死的现象，但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啊。但是这个因缘和合的众生，没有一个神我、梵我啊，那大我那个众生啊，没有。那见到这些众生啊，那么因为我见我爱啊，那么所以生死相续，所以才说啊有生有死。那并不是说实在有一个众生在生死啊。那你说那无我，那怎么会有生死？啊、无我那怎么那生死的是什么啊？生死的就是因缘和合的啊，因缘和会啊，所以就有生有死。那么我以清净天眼啊，就是他其实就是慧眼啊。那么见到众生啊。那么死时生死，好，这个我们讲过啊，这个其实就是这里的杂业报数啊，杂报业故，杂报业故。好，那我们把这个先把这个擦掉。好，如果大家有讲义啊，可以看到啊，63页啊。好，63页我们可以看看讲63页，63页有这样写
他说福德因缘故生天上，他这里就讲到世间若世间之诸众生业因缘故如循环，就在讲这里，世间的众生因为业的因缘所以循环，好，就是死时生死，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及不善处，随此众生之所作业，那么而生天上或地狱，善处或不善处，这个是后面的解释，因为众生所作的业而生善处跟不善处，生死到善不善这个地方，这里就是这里，世间中诸众生业因缘故如循环，就是轮回，那么这里讲福德缘故生天上，好，这个是自论见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说。他这里说到福德缘故生天上，那前面其实就是在讲这里福德缘的原因，因为有福德的原因所以生天上，也是在说明这里好，那么业杂业因缘故人中，好，这里就讲到了杂业，那这个杂业等一下我们来说杂业因缘故，好，就生人中了其实就是生人中，其实是人天了人中了，天上比较属于善业，好，那这个是在大智度论里面那么卷二，另外在卷九十四好，他这里讲到到底什么是杂业杂报业故，杂生世间得杂处杂受我们先把这个写下来好，把大智论这一句写下来好等一下来，等一下我们再来对照那我们说这个经中说，这个经其实就是《品婆娑罗银佛经》好，那他说大智度论是这样写的他说杂报业故，杂报其实是因为杂业。杂业得杂报了所以杂报业故，杂业受杂报了其实是这样就杂业因缘故人中人中是杂报等一下再来说那么杂报业故，杂生世间，这个是大智度论的，那得杂处杂受我们说杂处杂受其实处是一种心所那受是一种苦乐那其实就是这里那么或妙不妙，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好，得杂处，得杂处杂受我们写好一点好了，杂报业故，那自论见则杂业因缘故生人中，好，那么另外类似像这一段话诚实论类似像这样的话，诚实论也有引用诚实论的说法是这样，他说诚实论见三，这个是自论的，这个是自论的，
诚实论啊，诚实论卷三，他是这样说啊，也一样，杂企业、杂受身、杂身世间啊，杂企业啊，企就是造作的啊，那么企或造业啊，杂企业、杂受身啊，就得杂报。啊，得杂报啊，杂受身，受这个果报身，那么杂身世间啊，他同样引用，就是说诚实论有一些经引用的跟大智度论一样啊，杂受身，那么杂身世间，啊，只是他的顺序有一点不一样啊，其实是一样的，啊，杂身世间。杂身世间，啊，得杂处，得受身啊，杂企业基本上是啊，杂处杂受，起或造业啊，那么杂受身就杂受果报，杂报业就杂受身啊，基本上是这样。那诚实论有用，但大智度论没有详细解释，诚实论有啊。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我们就引诚实论来解释这个啊，杂处杂受。好，等一下。那卷九十四。啊，在讲到这个杂业，杂是什么意思？啊，那通常杂有几种说法啊。那好，那么智论卷二十四啊，卷这个是卷二，卷二十四，智论也是智论，它是卷二十四。他这么说啊，他说不敬业因缘故受恼报，不敬业。就是业基本上怎么分啊？有分两种，有分三种，有分四种啊。那因为我们要先知道，那业怎么分，才知道杂业怎么说啊。其实是这样啊，不见业因缘，就是他讲啊，不见业因缘故受恼报，不见业因缘故，因为造作不见业的原因啊，就受苦报、受恼报、苦恼报。啊，这个在大智度论卷二十四，啊，那么敬业因缘故受无恼报，如果是敬业，啊，因缘故受什么？受无恼报啊，就不苦，啊，苦，啊，无恼，不苦恼，啊，那恼基本上都是心所的问题，啊，受无恼报，苦恼，恼是心的烦恼啊，痛苦。那另外，他在讲啊，杂业因缘故受杂报。好，那现在这里又讲到杂业，杂业因缘故啊，受杂报。啊，这里因为这里有杂身世间杂报业啊，受杂报。在大智度论，杂的意思有两种啊，有两种意思啊，一种人中就是杂业，一种是。阿修罗是杂业，那为什么这样分呢？因为有隐业跟满业的问题啊。我们再来讲，那么卷九十四啊，卷九十四，智论一样是智论卷九十四啊。因为我们只有第一本讲义而已啊，如果我们有很多本就可以来翻啊。那么卷九十四里面说到啊，他讲四种业，那这四种业在这个《华严经》里面也有啊，就四种业。他讲有四种业，那他是这样分啊，他是黑业是三恶道，从六道里面来分啊，六道里面来分黑业，啊，黑业是三恶道，三恶道，啊，那么白业啊是人天。啊，白夜是人天，啊，写在这里哈。白夜是人天，啊，黑就是恶业了，白就是善了啊，是人跟天啊，那就是世间有大概有这些，那黑白夜就是杂业，黑白夜就是杂业，啊，在论书里面啊，讲到黑白夜啊，或是经书里面讲黑白夜，基本上都是杂，黑白相杂，就是掺了啊。啊
那我们人其实是杂业，就是有善有恶啊，就是没有那么善，也没有那么恶啊。那带有善业跟恶业，掺有善业恶业啊。那么这个叫做黑白业啊，经中一般叫做黑白业。那么这个是什么？他说是阿修罗啊。当然这个是后来的说法啊，早期讲五道，后来又讲六道。那大智论里面有时候讲五道，有时候讲六道啊。那他就是在那个部派啊，那阿修罗是独子部啊，那么在别立出来的，后来就很多人都有也都认同这样啊，就有时候讲六道啊，那有时候早期的时候讲五道。那大智论龙树菩萨刚好在啊，那么过去跟现在，过去跟这个现在啊，就是当时啊讲六道，五道跟六道啊，他那个时候在推出六道，就是部派啊，部派之后才有大乘嘛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啊，所以大智论有时候讲五道，有时候讲六道啊，那这里就讲六道了。他说黑白业是阿修罗道啊，他是这样分的 啊。那么三恶道是黑业，这个人天是白业啊，阿修罗是黑白业，还有一个什么业啊？还有一个就是不黑不白业啊，不白不黑业的啊，不白不黑，不白不黑是什么啊？就是没有业了啊，就是也不是白业，也不是黑业，是什么业？无漏业。所以这里都是有漏业。所以龙树也曾经说过啊，不是在经论里面有说，所有的业。应该在论书里面啊，就阿毗达摩里面有说，所有的业都是杂染业，有漏业都是杂染业啊。因为部派里面讲杂染，部派里面讲杂染是讲到三种杂染啊，阿毗达摩里面都讲三种杂染，一个是无明啊，那就是烦恼杂染，有烦恼就是杂染，杂有烦恼啊。另外啊，一个就是烦恼杂染。那业杂染，善恶业杂染，那都是有漏业，善恶业都是有漏业，它是杂染，果报杂染，六道都杂染，六道都是杂染业啊。所以惑业苦，烦恼造业，因业受苦啊。那么从圣义来讲，这边都是杂染，这边都是杂染，但是也有，就是说从根本来讲啊，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就是果报杂染。那么，所以六道都是杂染啊，这是从根本来讲。那么从差别来讲啊，可以讲啊，有漏业跟无漏业。那么这个不白不黑就是啊，四双八倍，从须陀洹到阿罗汉四双八倍啊。那么这个是不白不黑业啊，就是圣的了，无漏业的啊。那么这个又啊，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杂业基本上如果这个大智论里面这几讲的杂业，如果是依这个品婆娑罗王云佛经来说啊，基本上就是啊，那么身为人啊，或是在六道里面好生死好时好色恶色妙不妙，身为人啊，那因为他这里讲杂业故，杂业因缘故生人中，所以。基本上是指这个意思啊，跟卷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那这里讲的杂业受杂报啊，那么这里讲的这个人天是白业，黑白业是阿修罗道，是杂业啊。那这个是另外一种说法啊，是就是对应这个般若经里面的啊，他这样说的。那部派也这样说啊。好，那这里是讲到所谓的杂业，那我们还要引用啊这个诚实论的啊，我们把这个擦掉好了啊。大概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引用这里的生死好色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往来善处即不善处，他就在讲这一段。好，那因为大智论没有解释这一段，但是诚实论有啊，所以我们就来稍微，但是他们引用的都是一样的。你看啊，那么杂起业杂受生杂生世间，杂报业故杂生世间得杂处杂受啊。那杂处杂受，杂处杂受，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啊。这是杂，这个杂起业啊，因为处是心所，处是心所啊，啊受也是，就是烦恼啊，那就是部派里面讲的啊，烦恼杂染。那这里
这里讲到这个诚实论。好，诚实论有解释这个杂业啊，杂生人间啊。他说啊，他后面的结论是：人道中有如是等种种不同，故知是杂业报。啊，后面的结论啊，我们先说，然后我们再来讲啊，他说了些什么啊？诚实论卷八，这是卷三啊的卷八。啊，他后面的结论是，我们先写结论：人道中有如是等。人道中有如是等种种不同，啊，这是他后面的结论了。那前面他就在讲啊，哪些种种不同啊？故知是杂业报啊，你看，啊，故知人是杂业报啊，人是杂业报啊，那就是这里讲杂报业，那一样，杂业受杂报，有业有报，故知是。杂业报，啊，所以诚实论在这一部分跟大智论的引用啊是一样的，但因为大智论没有详细解释啊，那么中阿含里面啊善恶业报分别经里面啊，他就详细解释这个，那诚实论里面也详细解释啊，故知是杂业报啊，他是写杂业报啊，杂报业是一样的。物质是杂业报。好，那他怎么说呢？啊，他说杂善业故生人中，啊，好，这个是他的结论啊。那他前面讲啊，杂善业故生人中啊，他其实这样啊，以布施、持戒、修善等，善者升天。他说以布施啊，就是布施、持戒、升天之法嘛，布施、持戒、修善。啊，所以就修十善，修善等善业，等业，啊，上者升天，中者升人中，啊，那么十善业比较圆满的升天，那么比较不圆满啊，其实就是杂有恶业的了。上者升天，那么中下者升人中，啊，那么这个是他所谓的杂啊，就基本上就是杂有恶业啊，那也可以讲杂有善业，其实就善恶业相杂了啊，都有了啊。那么他就讲啊，如经中说啊，所以他引的这个经啊，其实跟大智论引的经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啊，那这部经照他的解释来讲，啊，基本上就是啊，那么善恶业报分别经，那善恶业报分别经其实就是从啊，类似就是在从这个品波娑罗王银佛经啊，就是众生十此生此，那么轮回中啊，那么有妙色啊或不妙啊，好色恶色或妙不妙啊，那么这一些啊，那么再分的，那么从众生的果报业报里面再分。那么这个我们说六道轮回它叫做引业，六道轮回是引业，生人生天，生人生天堕地狱，这个叫做引业，引生六道的啊。那么比如说你引业，像我们做人是因为我们有人的业，引业这个是引业啊，引生到六道的啊。那么人中是男是女啊，那么我们说好命不好命，好看不好看啊，好瘦不好瘦啊，类似像这样，还说长得庄严不庄严啊，身体好不好啊，寿命长短啊，那么家里的经济状况，父母好不好，兄弟姐妹好不好，邻居好不好，这整个状况啊，其实是满业。人中啊，或妙不妙，或善不善啊，就或妙不妙，好色恶色，这个就是品波娑罗王银佛经里面的啊，或妙不妙啊，好色恶色。这个是满业，这个是满业，啊，圆满不圆满的啊，我们叫做满业。那通常主要就是这两种业，隐业跟满业，啊，那满业
影业满业可以随时变化，影业没办法了。你做人就是做人了，要等到人死了你才升天啊。那么你可以做人过得这样天上的日子，你可以做人过得这样畜生的日子，你可以做人受着像恶鬼的果报，但是你要等人完了之后你才可以到变成另外一个果报身。但是满业就不一定，满业随时会变化啊。那么你可能贫穷，但是经过你努力之后啊，你变富有。你可能生病，但是经过你努力之后你变健康。你可能本来很富有，但是你挥霍啊，你浪费啊，你悭贪之后你会变贫穷啊。你可能很健康啊，但是因为你不珍惜啊，你这个过度操劳啊，或是熬夜，或是你去造作恶业，那么你可能开始会生病啊。那所以它这个会变化啊。那么这个是影业跟满业。好，那我们来讲，他说如经中说，他引用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如果我们把它做对比啦，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引用的所在论述的跟大智论是一样的啊。那么如经中说啊，那杀生则短命啊，他讲了很多了，但是我们简单讲啊。那么有关业的，有关业的论述，大部分在中阿含，北传的中阿含都是大概讲有业的啊，杀生则短命。那么盗窃则贫穷，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善恶业报差别了啊。那么比较详细的，在善恶业报差别经里面，就是藏阿含里面有很多种类似像这样的经，那也有单行本啊，就是这个盗窃则贫穷。那么邪淫则家不增粮啊，啊，基本上都是从杀盗淫乱开始说了啊，邪淫啊，然后对在家的说比较多啊，邪淫则家不增粮啊，因为这个世界升天之法多是对在家人说比较多啊，邪淫对世间的人说啊，家不增粮啊，这个是从南众的方向来说了啊。那么如果是男众啊，他就是妻不增粮；如果是女众，就是夫不增粮啊，类似像这样。那么妄语则常被毁谤常常被骗了 啊。那如果是毁谤的话啊，详细讲也可能就是啊，比如说恶口啦啊，那妄语也是啊，常常被骗啊，常常被毁谤啊。那么恶口啊，常闻恶声，常常被骂啊。他这里讲妄语，恶口，恶口则常闻恶声，常常被骂啊啊，这个是常常被骗啊。常，那么恶口则常闻恶声，好，他写了很多了，我们就不用全部写了啊。那么包括啊，你悭贪啊，那么你就容易啊贫穷，嗔心就容易丑陋啊。那么讲的非常多啊，那么善不善都有讲啊。那所以最后啊，他说啊，那么啊，这个卷三啊，那么他最后就说啊，等等等等等等啊，就讲到这里。人道中有如是等种种不同啊，即使是人，那么也很多满业的差别非常不同啊，富贵贫穷啊。那么这些有种种的不同，那么这个在好，这个在善恶业报分别经里面他就这么说，好啊，他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啊，这个写的详细非常多了啊，我们就不写了啊，他是这样讲啊，分别善恶报应经啊，他是这样。卷一啊，就佛跟长者讲啊，出家长者啊，佛告长者啊，基本上都是对在家人说的比较多啊。佛告长者，他说：“这个一切有情造种种业啊，这个要就是对照我们刚才看的《频婆娑罗因佛经》啊，其实是一样的啊。一切有情造种种业。”啊，就是这里的杂起业故，
啊，一切有情造种种业，起或造业啊，就是这里的杂起业啊。那所以很明显的诚实论是在说明这个三恶业报。那三恶业报，那比较详细的说法就是说，它是对所以佛说的，比如说《因佛经》那个啊，这个往生六道，然后或妙不妙，或善，就是妙不妙、好色、恶色，这个在做详细的说明的。好，那一切有情造种种业，起种种祸啊，起祸造业，起种种祸。因为起种种祸才造种种业啦，就是啊，这个阿毗达摩里面讲的啊，这个烦恼杂染，先有烦恼杂染，才有业杂染，先然后再有身杂染啊，叫三杂染啊。大毗婆沙论里面啊，或是说这个阿毗达摩里面讲三种杂染，就论书了啊，他讲到三种杂染啊，我们学一下好了，三杂染啊，因为《解释地论》里面也有啊，三杂染。啊，三杂染，一个就是烦恼杂染，一个是什么业杂染，啊，就像我们叫做祸业，啊，这个苦是身杂染，啊，就是众生，啊，受六不同的众生，不同的业受不同的众生，因为不同的烦恼造不同的业，因为不同的业受不同的果报，啊，就是不同类的众生，六道众生。好，一切有情造种种业，起种种烦恼。他烧起种种祸啊，我们照他的原文写啊，造种种业起种种祸，众生业有黑白，果报乃分散的众生啊啊，讲到黑业白业啊，就三恶业了，业有啊，黑业就是恶业，白业就是三业，众生业有黑白，果报啊，就是这个身众生啊，乃分三恶，就是三善道、三恶道啊。那么果报乃分三恶，黑夜三途受报，白夜定感人天啊。这里就讲到五道而已，黑夜三途受报啊，三恶道了。白夜定感人天，啊，但是这个生杂染，这个是从影业讲，这个是从影业讲，啊，定感人天，啊，所以但是人都是黑白相杂，它虽然是以善业为多，以善业为多啊，白夜定感人天，但是啊，人也有受苦的啊，就是刚才讲啊，短命多病的，长寿健康的，贫穷卑贱的，富贵尊荣的，那不一样啊。那么这个跟满业有关系啊，所以还要仔细分。那么这里讲的是隐业啊，就是从隐业来讲，人是白业，白业比较多，善业比较多的啊，但它不是纯白业啊。那三恶道也不是纯黑业啊，纯黑业一般在地狱里面基本上多数是纯黑业啊。好，那这个定感人天，然后说到啊。又业有分现，命乃短长啊，就讲到这个啊，我们把这个擦掉。他要讲啊，因为业有差别啊，所以这个讲到隐业啊，他底下又讲又业有分现啊，就是有不同啊，差别不同，所以啊，即使是一样做人啊，你看他是白业黑业啊，那不一样，比如说一样布施，一样布施，布施是白业吧？但是不一定，他可能善中有恶。他拿一块钱，比如说他拿100块钱布施给这个乞丐，然后请教来照相，然后宣扬他做善人，然后他再用这个名声照片啊，然后去骗吃骗喝啊，类似像这样。那他这个善业里面就有恶业。那比如说恶业里面也可能有善业，比如说他父母生病啊，那么没钱看医生，他去偷药来给他父母看病啊，不然他父母会死。恶业中有善业啊，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啊，业有分现啊，所以他这里又讲到隐业满业的问题，业有分现啊，那命乃长短啊，
所以有长命短命啊，命乃长短啊，有长寿有短命啊，那多病少病啊，那一样长寿啊，活到120岁啊，那很多人一直在生病啊，很多人很少生，有一些人很少生病啊。那举个例子，就像伯居龙，伯居龙他的母亲后母把他丢到火里面，把他丢到水里面，他怎么样都不会死，也怎样不会受苦。啊，无不死，啊，长寿健康，啊，那类似像这样，啊，那么命乃长短，多病少病，啊，那么端严丑陋，啊，长得好看不好看，啊，详细说，啊，就是《三恶业报分别经》里面说的丑陋，啊，我们把这个写完就好，啊。那么富贵贫穷，聪明智慧，愚痴安顿，啊，富贵啊还是贫穷，啊，那么智慧还是愚痴啊？他说愚痴安顿了 啊，然后我们简单写就好啊，愚痴是智慧还是愚痴？是富贵还是贫穷？啊，那么所以啊，他讲到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所谓满业啊，那。这里就是所谓的人中杂业报，但是就是现在的杂业有两种，一种就是指人，一种就是指阿修罗啊。那这个是特别说的啊，从六道里面说的。那么杂业基本上是指人，以我们人里面啊有杂业啊有杂业。那卷九十四里面啊讲到杂业是指阿修罗啊黑白业啊，但是这个是从分用业来分配六道，从隐业来讲，从隐业来讲。啊，这个业是隐业。那从满业来讲，那么基本上就是人中，其实就是杂业报人。所以他这里讲人道中有如是等种种不同，当知是杂业报。好，那这里就是大智论讲的杂报业故，杂生世间得杂处杂所。那么基本上可能就是这部经，可能也可以是啊善恶业报分别经，分别善恶报应经啊。那但是它的根本就是说，它应该就是从啊，因为照大智度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如经说，那么基本上就是指前面那一部经，啊，有很多啦，就是因为他前面都讲过了嘛，啊，那么所以他也可能就是《品波娑罗因佛经》里面，那么生到人中或妙不妙，啊，好色坏色这一部分，好，我们先下课。
好，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触跟受。好，稍微了解一下啊。一般佛法在讲触啊，有两种，一种是啊六尘里面的色身香味触法的触，那这个触基本上就是啊我们身体接触到身体的这个感官接触到这个境界，有冷暖啊，冷跟暖啊，那么坚啊或是暖啊，就是柔软或坚硬啊，类似像这一种的，那么身体的感觉啊，这个是触啊，所以它是从身来的。但这里讲的触是指这个啊，跟尘世和合生处。一般佛法来讲啊，比如说讲缘起，缘起是生命现象的剖析啊，就是对我们生命现象的剖析啊。那么通常啊，通常它可以分几段啊，就无明行啊，那么是说从事这里啊，无明行这个是过去的一业啊，那这个无明是主要是根本无明啊，就具生我执，所以你会依这个而造业，那就会感召生死啊。那么是名色啊，基本上这个就是五蕴身啊，就是要执取这个名色，就是各个根身。那名色啊有两种说法，一般名色就是五蕴，那也有说啊这个色是身啊，这个就是色，色就是身体啊，就是色受想行识的色啊，就是身啊，就是色身啊，名就是心所受想行啊，主要的就心所主要是这三个受想行啊，那么这个是要依这个五蕴根生它才会存在，五蕴根生也要有是它才会继续活着继续生存，它才会相续，是如果离开了这个五蕴根生就坏掉了，那么是如果不依这个五蕴根生它也没有办法独自存在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才会讲是缘名色，名色缘是，所以这个有时候又叫做是是住，有这样一种说法。好，那么这里啊，就是是缘名色，这个基本上是我们的业报身啊，就是我们的业报身啊，生命的一种象征啊，就是有这个色受想行识。好，那么但是它为什么会有无明跟醒呢？因为有这个业呢，身形口形，因为这个业呢，因为这里就是造业的所在啊，在这里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业报身呢？这个有就是后来又有个业报身了，就是未来会有业报身，这个是现在的业报身，现在的有，像我们现在啊是名色，现在的有，那么现在的有在造作未来的有啊，那么这个是过去的因啊，因为有这个我执啊，有这个业啊，那就像刚才讲的业杂业，那么这里之后。那么为什么这里是讲为什么会造业？那么基本上就是从六根对六尘，这个六路六根六尘，就是从感官，我们的心所从哪里来？就是这些受想行从哪里来？啊，那就是依这个身的这个感官，然后去认知，叫认识嘛。啊，依这个六根去接触六尘，那么六识这个识是在这个六根六尘上起分别，就叫做六识。是在六根六尘上起分别，就叫六识，不是实际上有六个识，不是。这个《中阿含徒弟经》里面这么说，啊，这个火只有一种火，但是你火在草上起作用，就叫做草火，啊，在木上起作用，木头上燃烧了，就叫做木火，啊，那一样，在不同的材质上烧起来了，啊，那么那个火的名称不一样，但火体质是一样的。啊，那么视也是这样，在眼根上跟眼根所对的色尘上取境界，啊，就叫做眼视，在这个写错了啊，色身啊，有时候会写错啊，在耳根跟身尘上取作用，就叫做耳视啊，所以叫做六视。好，那么有时候叫做六视身啊，那么这里六根六尘就会产生啊，这个。这里的是啊，那么对这个依止这个名色，这个是讲生命的存在啊，本身它必须要是依止这个根生。好，那么但是他在讲那未来怎么来的，那就是由现在依止根生的这个是去攀缘
根就是六尘啊，所以要讲六路，六路一定讲到内跟外，内跟外啊，那所以叫六根六尘啊，那而产生就是四根，这个是根，内跟外嘛，根六根这个六尘，那么一定要有四，四如果不分别，你会见而不闻，见而不睹，就是你看见了，你好像没看见，没有放在心上，听见了好像没听见，啊，这个孔子闻少月啊，三月不知肉味啊，他心一直在那个音乐上面，那么吃饭没有滋味的，他酸甜苦辣有酸甜苦辣，但是他没有去注意到，啊，也是类似像这样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要有事。要有事，所以根尘事因缘合合了，合合啊，就是有根有尘有事。如果你只有事有尘，你没有根，你眼睛瞎掉了，你可以事可以在耳朵上起作用，但不能在眼根上起作用，你就见不到青黄赤白啊。那么你可以在眼睛上起作用，但是你耳朵坏掉了，你听不到大声小声男声女声啊，声音听不到。啊，类似像这样啊，所以要根尘事要多具足合合，那么就会产生处。好，那这个处很多人不知道，处其实就是最初的心所啊。那唯识后来把它叫做五片行啊，部派叫五片行，就是同时具有的心所，处作意受想思啊。那么处是最初的心所，心所谓的心所，我们叫心所，心所就是心理活动，也就是心。对外界的反应，最初的好，那么之后就有什么处，之后有什么缘处生受，就开始有受，从这两个，那么通常造业都在这里开始造业啊，爱就开始有造欲界的染着五欲啊，开始有欲爱有爱无有爱啊，开始有这一些，好，开始有染爱，那么通常都在这里，所以佛法有时候叫你要观受是苦。不管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最终都会消失。最终就是苦，最终就是老病死又被老苦。所以不要去执着那个受。那因为我们众生的习惯性，就是有这个乐受，你就要去执取；那苦受，你就要避免，就是趋苦，就是避苦趋乐啊，就是以苦得乐了啊，就是习惯性的这种。那好吃的，你要多吃一点。坏吃的你要赶快把它丢掉啊！喜欢的人啊，都喜欢跟他天天在一起；不喜欢的人，一刻也不想见啊。那类似像这样啊。那么这个基本上在这个受上，因为缘处生受，受有所谓主要有三个，一般最早只讲两个，就是苦跟乐啊。后来有一个不苦不乐，后来又多两个啊，苦乐喜忧舍啊，这个就是舍，不苦不乐，不苦不乐就是舍。然后还有多新的啊，喜跟忧。啊，在论师，在部脉里面啊，就讲五受。那最早基本上都是讲苦受、乐受而已啊，苦跟乐而已啊。后来又多一个不苦不乐。好，那这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叫做三受。那受从哪里来啊？那么业从哪里来？业基本上是因为我们想要离苦得乐，没有钱想要变有钱啊，身体不好想要变好啊。那比如说你去吃猴脑要补脑啊，那杀生啊，偷盗啊，反正种种这些都是你为了要得到乐受。那乐受有可能是一种心理感受，你要有满足感啊，那也是一种乐受啊。然后基本上都是从这里，那这里是由六根由触这个心所开始的。所以佛法常常讲造业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无明相应触啊，这个触根尘是合而生触。那么这个主要有两种，主要就是两种而已，一个就是无明相应的啊，叫做无明相应处。如果你看阿含经里面，它就是这样，无明相应处啊，就夹杂我爱我见的啊，相应处，相应的处啊的心所啊。那心所后来讲的就多了，非常多了啊。那么一个就是明相应处，这个就是愚痴邪见相应的，这个是智慧相应的啊。那么慈悲相应的明相应处，无明跟明相应处啊，在阿含经里面会看到啊，明相应处跟无明相应处啊，所以有时候会告诉你，你那个第一念是什么？那么这个这里就是所谓我们讲的处，
啊，因为很多人其实常常在念，但是不晓得这个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啊，那其实他就是这样啊，就是在他讲的这个杂处杂受啊啊，那么基本上就是杂有善恶的啊，它不是清净的哦，它是有肉的，但是杂有善恶，所以它一定会轮回，它后来一定会就像那个刚才引的经啊，《引佛经》里面啊，十尺生彼，见到众生十尺生彼，那么或入善趣，或入恶趣。那为什么善趣正见相应，跟邪见相应？啊，正见相应，那正见相应邪见，正见相应会生善趣。那么这个里的正见相应，主要是指啊，世间四种正见，有善有恶，有恶有报。那后面就讲啊，没有善恶，没有恶报啊，断见。那这样你会生人天，但是它还是无明相应。啊，因为无明，无明主要分两种，世间的正见跟出世间的正见。世间的正见跟出世间的正见，那出世间的正见是无肉的啊，那么世间的正见是有肉的啊，就世俗地跟圣义地。世间的正见就是有善有恶，有恶有报，有凡夫，有圣人，有过去，有未来。那你知道了，你就离恶向善啊，那么这样你就不堕三恶道，生人天啊。这个是世间正见啊，那这个是正见相应啊，但是它依然是无明相应。为什么啊？因为它有我见啊，那它不造恶业，但是它依然会轮回生人天啊。所以这后来的部派就把它分成啊，不白不黑业啊，依然是黑白业，依然是有肉业，有肉业有违法啊。那么你必须要啊，那出世间正见是什么啊？这无明讲很多了啊，但是主要就是两种，世间正见跟出世间正见。出世间就是无我啊，那无我。又分出跟系啊，自跟他啊。如果出的话，就是什么啊？分别我执啊，有些说是后天的啊，意识分别而有的我执。一种是具生我执，无始以来就是先天的啊，就是与生俱有的啊，就是具生我执。那另外一种啊，一般啊，有把它叫做身见啊，那么萨迦也见，或是普特切罗我见啊。那萨迦也见。萨迦也见就是身见啊，以这个身为我啊，那么对自己起身见，然后对别人起普特切罗我见，对自己跟别人都起普特切罗我见。普特切罗就是有一个生命的主体，不断在轮回，不断在轮回。我只会认为我自己有我，但是我不会认为你那个身体是我，不会。所以萨迦也见是对自己起的我见，但是我认为我有灵魂。我认为你也有灵魂，你跟我一样有灵魂，那么这个就是普特切罗我见啊，就是众生有一个灵魂的主体啊。那这个是又不一样啊，那就是后面有讲到十二缘起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说啊。就大概我们先大概讲这个了，因为其实很多人不了解缘起。佛跟阿难讲缘起甚深啊，那么你不知道缘起，你就没有办法知道涅槃。涅槃甚深复甚深啊，那知道缘起其实就是法住智。啊，一知缘起而证涅槃，那、啊、这个就是涅槃智，啊，那好，那我们看啊，那基本上这里讲的处受，啊，那由这个处如果是无明相应的，啊，那凡夫都是无明相应的，凡夫没有明相应，啊，但是他可以证见，啊，世间证见，啊，都、就是有我，那么你只要证了无我，你就不是凡夫了，证出果，虽然还有烦恼哦，虽然还有烦恼。啊，他还有爱哦，出国还有爱啊，啊，但是他已经明相应了，啊，他断身见了，他无我了，正出国的，所以他叫做前面有讲嘛，他叫做什么业？不白不黑业，他就不是杂业，他就是净业，啊，他就不白不黑业啊，就讲这个好。那么六路啊，因为名色在对外的方面就叫做六路，啊，那一般是把。一般如果从三四两种因果讲，会把名色当成是啊，在肚子里面胎儿还没完全发育啊，但是其实这个无应身其实就是名色啊。那名色引发境界，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身根跟意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嘛啊，身根这个是身，这个是名啊，这个是名，这个是色啊。那么从这个心法跟身心，其实就是身心合合。那身心合合引发烦恼，主要是。六根啊，那如果眼睛看不到的人就是五根啊，耳朵又听不见的人，又聋又瞎的啊，那就是变成四根，因为
他没有办法分别，没有办法从耳根上造业啊，没办法，没有办法从眼根上造业啊，没办法啊。那但是一般从人来讲，他就是造业的地方六根啊，就根本啊。那六根六尘合合啊，当我们眼睛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多数会起这个分别，叫做是，叫做了别嘛啊。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啊，那是谁？我认识不认识？不认识的人一下子心所就没有了。认识的人，哎，这个是谁？开始想啊，他是好人，他是不好人，他跟我好不好？他上次骂过我，他上次送东西给我，好，那这个心所就开始在运作了。那开始就起什么啊？起受，这个畜，那是就是重点要有是，所以它叫做六畜生啊。一这个是在这个六根上起分别，就开始有所谓的六畜，六畜啊。那么就是你。你在眼耳鼻舌身意上见到，比如说我见到这朵花啊，那么眼睛好的没有问题，看到这朵花哦，好漂亮啊，那么这是是产生了别，好漂亮，我要把它摘回去啊，可是那个是别人的，所以就变成偷回去了啊，或者我去买，我回去买一个，哎呦好漂亮，我要赚钱来买啊，这房子好舒服，我要赚钱来买啊，反正就很多种想法，那就开始。啊，开始有所谓的，你觉得哇，好看哦，你执取了，乐苦跟乐就在这里产生，啊，那么乐之后，它就会产生啊，产生进一步的行动啊，那通常这个受底下从五蕴来讲，就是什么受想思，啊，它用受代表啊，受想思，啊，受想思，啊，所以有时候讲五蕴的时候，就会讲到。六畜生、六受生、六想生、六思生，但是讲到缘起或讲到十二处的时候就没有讲这个，就讲到六入生、六畜生、六识生、六受生、六爱生、六爱生，就讲到这个。那这六个叫做六六法门，在阿含经里面叫做六六法门，啊，一二三四五六。那其实还有六想生、六思生，啊，那是在五蕴里面说的。好，那开始就产生有我见，所以我们叫做无明跟爱嘛，这两个是最主要的。生死的根本原因，无名为父，贪爱为母。那爱不成就产生嗔，所以叫做贪嗔。那这个叫做痴，所以叫做贪嗔痴。啊，无名为父，贪爱为母。那这个也是主要的，而有众生。啊，其实佛法就是这么说的了。啊，就是我们这种生命现象，这是一个先了解我们的生命现象，了解我们的生命现象，我们才好知道要做什么，为什么这个样子。这个是讲五蕴。那这个生命现象为什么会有轮回？生命现象为什么会有轮回？这个就要从十二处讲。那详细讲就是缘起。其实是这样啊。那大家要了解这个，你就会细细的去分别啊。比如说你遇到境界，这个人讲这句话，我为什么会生气？这个我为什么那么执着这件事？啊，我为什么那么执着那一句话？我为什么那么执着这个人？执着有两种，好的跟不好的。好的就心里面一直喜欢跟他在一起，不好的就心里面一直诅咒他。啊，好的当然就祝福他嘛，啊，那就一直喜欢他。他好，听到他好我就很好。那如果你不喜欢的，听到他好我心里面就不高兴，听到他不好我就很高兴。啊，那这种就是爱跟恨，就是贪，就是爱跟憎，爱憎。啊，那基本上都在爱里面。啊，那这个爱从哪里来？从这边来。啊，从哪边来？从这边来，从受。你苦乐才爱嘛，你苦就不爱嘛，很简单就这样嘛。那不苦不乐，你就不当一回事，你没有什么爱不爱的问题啊，就不在意啊。那你爱是很在意啦啊。那么是从这边来，受是从这边来，那处是从这边来啊。那这里为什么会有啊？是从这里来。那这里为什么会有？是从这里来啊。有业就受报，有业就有无。果报生，业在哪里来？由无明造作来。那你说无明怎么来？无明又怎么来？无明就是忽然而来，啊，你忽然说啊，你为什么忽然间生气？啊，这个也牵涉到过去很多原因了，啊，那么无始无明啊，好，爱取，啊，那这里讲到，因为重点讲畜跟兽了，啊，那顺带讲，啊，那这个取，啊，讲到缘起的时候再详细讲，取的时候。取主要是有四取，啊，四取啊，啊，取其实就是你之所以，所以我们叫做五取运嘛，
我们这个韵叫做五曲韵啊，有这个曲，有这个有这个，就是后来又有的五韵声了啊。从人讲啊，我们说从人讲，其他的众生不一定是五韵声啊。那么从人讲有五韵声啊，那么你就是有因为这个曲。那通常曲是爱在加强，然后从这一些集总集，那么成为曲。那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我曲，叫做我曲。我曲就是我与曲，就是有我了啊，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无名开始的。啊，然后欲取无欲，啊，就有爱，啊，就爱是由受来，乐受嘛。那什么是乐受？妙色、妙香啊，这些啊，眼耳鼻舌身意才能感觉到苦乐啊。啊，从这里就是欲取，我与取，我取欲取啊，就是无欲啊。欲界众生主要就是无欲嘛，无欲的满足嘛。啊，另外就是戒禁取，就是错误的修行方法啊。那么你要离苦，离苦的方法错，你就会一直受苦。你要得乐，你得乐的方法错，你就永远得不到那个乐。哈、啊，其实是这样啊，就戒禁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见取，见取就是你有邪见，你的观念错误，你的观念错误，你的方法错误，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离苦得乐。那你一直在追求无欲的享受。我一直在追求无欲的享受，那是我虽然我不知道烦恼的因，我不知道苦的因，那我虽然用尽方法要离苦，离不了苦，我虽然要得解脱，得不了解脱，因为你观念错误啊。所以佛法来讲，要解脱基本上要怎么样，这基本上它这里变成三解啊，身见啊，就是我与取身见，戒禁取见就是错误的修行方法，啊，身见、戒禁、取见，啊，然后一个疑，疑就是对于正确的方法不了解，对四谛有疑，就是对正确的方法不了解，那就是有错误的观念啊。那通常因为这样，然后你就会轮回。如果你有正确的，那么你可能这一世就不轮回了，这个有就没有了，啊，因为取没有，啊，取没有是因为爱没有，啊，爱没有不是因为受没有，而是。佛陀也有受啊，佛陀也有受，但是没有爱，佛陀也有受，这个佛陀都是有的，是名色六路触受，佛陀都是有，但是它不是无名相应。所以你在受的时候，身受心不受，啊，这里就做到身受心不受，啊，所以这个经典《阿含经》里面讲，啊，你在苦受的时候、乐受的时候，你不系离系啊，他讲离系不系。苦受生死，乐受生死，离系不系，就是你不染着，不爱，啊，就是苦受生死，乐受生死，啊，他告诉我们的修行方法就是苦受起来的时候，乐受起来离系不系，你也有苦受啊，也有乐受啊，佛陀也有啊，啊，佛陀走路走到酸了，他也要休息啊，阿难休息一下，口渴了，他也叫阿难去跟他倒水啊，啊，那个。因为被那个提婆达多把那个车推下去，要害死佛陀。那个木头蹦开，插到这个脚趾流血，他也叫人把他那个把那个木头拉出来啊，啊，所以后来就出佛身血啊。那么他佛没有提婆达多是木头掉下去的时候碰到佛，然后出血。那个木头插到那个是另外一个的啊，就是说。佛陀也会痛啊，也会叫他，你要把他拔出来啊，啊叫提婆把他拔出来。提婆达多那个是啊，压石头要害佛啊。那个时候应该提婆已经不在了啊，压石头要害佛。结果石头蹦开，然后碰到佛，那佛流血啊。好，那这里是这样的，那爱取，那取就是这四种取啊。那所以因为我们是因为爱取而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做无取运。那所以后来就会感召未来的生死，啊，就刚才讲的那个《品波娑罗王因佛经》里面讲的，啊，就善业啊，十此生彼啊，然后就会再生到，啊，就会聚集未来的有，啊，那么有可能是天人阿修罗六道不一定，看你是什么业，然后就出生才就有这五蕴身，啊，这个是未来的潜在，这个是现实的存在，这里是现实的存在，啊，现身的这个身体，这个是未来你要生到哪里，然后不管你生到哪里。出现在这个世间六道轮回，不管是天人、地狱、阿修罗、恶鬼、畜生，
你都会经历老死，都会有生死啊。简单讲，都有生死啊。那不一定有老啊，那么基本上一定会有生死。那这个是从人来讲的啊，我们叫做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啊，种种的苦啊，五蕴炽盛啊，就开始这个五蕴啊，又开始因为无常而产生种种的苦，因为变化而产生种种的苦。那这个大概就是啊，佛陀在剖析，帮助我们，告诉我们，生命是一种什么现象？那你现在拥有这个生命是怎么来的？那你未来可能会拥有什么生命？那你现在要怎么办？要怎么办？啊，就是要从这里下手啊。通常有几个地方啊，啊，那么一般都是从这里下手，爱，啊，那爱要怎么样？怎么样不爱？就是不系啊，啊，离系不系，要怎么样不爱？啊，就是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啊，就是你有名色，你有六路，你有触，你有受，一定没办法避免。佛陀也有苦受乐受，但是佛陀不会因为苦受乐受而起烦恼，不会，啊，因为他名相应，所以从这里下手。那这里，所以这个就是我爱，从我爱我所爱下手。那要先从已知的我爱下手，就是什么离欲。因为我们爱的不但去执着的，因为执着而起贪，因为执着不到而起嗔，一直在执着就是痴啊，那基本上就不断在贪嗔痴嘛。所以从这里下手，就是从离欲，从离欲下手。那离欲单单离欲，你要有智慧，你要听嘛，多听你才知道你要怎么样，这个方法用的对不对，这个用法用的好不好。所以一般的下手处基本上就是少欲，因为一开始没有办法离欲嘛，因为人基本上没办法。然后你还要有观念，有正见啊。那通常大圣，一个叫做从离见，一个叫做离爱。离见跟离爱啊，这两个，因为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嘛啊，从这两个，那么一般就是离爱，你没办法离，你要先怎么样？要不那么严重，控制，我们就说要觉察烦恼，要控制烦恼啊，要调伏烦恼啊，要调伏无欲 啊，所以要从少欲啊，少欲知足开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要从多闻，才能离见生智慧，因为闻思修啊，才能离见，这个要智慧才能离见啊。那有智慧之后，那么这个要伏五欲，要有戒跟定啊，那要智慧要有定跟慧。那基本上啊，那要从离见跟离爱下手，因为这两个是根本。无名为物，贪爱为母，这个佛陀也有，他也有触，但是他的触跟我们不一样，他的六根六尘跟我们是一样的，他的六根六尘跟我们不一样啊。那他六根六尘跟我们一样，他的身体跟我们结构一样啊，他的眼睛看到的跟我们也一样啊。从人来讲啊，那但他成佛之后，他有天眼，他有慧眼，他就不一样了，就因为这个没有了啊。然后他的了别也其实也是一样的，他也有受啊，但是这里没有，这里没有，因为这里没有，这里都没有。那因为这里没有，这里就不会有啊。但是这里比较不好断，这里比较不好断。那这个没有，这个就不会有啊。那这个没有，这个也不会有，不会有业啊。刚才有讲啊，起惑造业啊，所以你要一般都从这里下手啊。那这里在哪里？就是在六根啊。所以他这里叫做根律。根律就是从六根上，一教经也这么讲啊，你要控制你的六根啊。那基本上就从少欲，那另外一个就是多闻啊，长养智慧，然后这样慢慢少欲多闻，少欲多闻啊，然后慢慢就是你不会增加新的烦恼，那你又有正确的方法去除原有的烦恼啊，那你不会再造更大的恶业，你又有新的方法不去造恶业，你知道怎么不造恶业啊，那这样才有办法彻底根本的解决我们生命的苦轮回的现象啊。那这个没有了，这个没有了，你就没有积聚未来的有，你当然就不会出生啊。你没有三界的啊，基本上啊，这个有啊，基本上有时候爱，有时候也讲欲爱有爱无有爱，欲爱。那你有欲界的无欲的，你就会升到欲界来；你没有，你有色界的就有爱，就升到色界去；无有爱就升到无色界去，啊，欲爱有爱无有爱啊，那基本上就升到三界，啊，就三界的贪爱了。那佛法里面叫做欲贪、色贪、无色贪呐，
这叫做欲贪、色贪、无色贪的啊。那么基本上，那你就会出现啊，就会出现。那从人来讲啊，就是五欲；从人来讲，就是五欲啊。那但是如果天上天人色界天、无色界天，他就不是五欲了，他是色贪、无色贪啊，不是欲贪了啊。那大概是这样。好，那因为我们重点在讲这个触跟受啊，那主要是这个杂触啊，就是杂善恶的，杂善恶的啊，善的恶的啊。那如果是初果、二果、三果，那么严格来讲也可以叫杂触，但是它不叫啊，它不是杂业，它是不白不黑业啊。那但是它还有烦恼啊，它还有杂有有漏的，因为还没完全解脱嘛，还没断尽烦恼啊。那这里触跟受，杂触杂受，那么就是有苦有漏，因为杂触就是心所起烦恼，有善有恶，有善心所，有恶心所啊。那这里我们说，这里是六受身啊，这里是六触身啊，就是眼识所生处，耳识所生处，那这个是眼处所生受啊。那么后面有所谓六思六生，六思六想，六想生六思生啊。那么眼受所生想，眼处所生想啊，也会有这样这个啊。然后一般讲的就是从这六个来讲啊，六识六根六尘，内六处外六处啊，然后六触生六受生六爱生，就叫做六六法门啊。从这个地方下手，那基本上其实是受，确实是受。这个处你没办法决定，你要见到什么人，要听到什么话，是你没办法控制的。这个人要不要骂你，还是要赞叹你，是你没办法控制的。但是你要控制的就是，他赞叹我，我不生贪爱；他骂我，我不生嗔恨。啊，就在这里，我有苦受，有乐受。天气太冷，我会冷苦受，你没办法控制，我就多加衣服，或是我忍耐，我不以为恼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从这里下手啊，触跟受。好，好，那这里主要啊，第一个我们在解释这个，如经中所说啊。因为照这个次第看下来，应该也是，应该也是这个《频波说卵银佛经》啊，那里面说的啊，好色、好色、恶色啊，妙色、不妙啊，这些这种的啊。好，那接个底下啊，他在讲各个为人习谈，就是对峙的了啊，就对峙这些人说的，因为前面说有触有受啊，得杂触杂受啊，那就有触有受啊。那你怎么会说后来又说不触不受，无人得触无人得受？好，那你看他底下说，那么更有，因为他现在在解释这个是各个为人悉谈，就是依不同的根器，那么说不同的法啊，那不同的情况啊，那来不同的说明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里面他如果我们说三恶业报复培经，或者说这个频波说卵银佛经里面说到那么身为人是杂业杂业，那么有杂处杂受，就是有烦恼啦，所以你会六道轮回，有肉业嘛那么这一些是说有杂处杂受，那杂业报是就是杂生之间，就是有人嘛好，那前面讲无我那从世间法来讲是这样的，他另外一本经《破群那经》，破群那是一个比丘不过在经典里面讲到破群那有两种说法，可能不是不同的人，因为在《阿含经》里面有时候同样一个名字，但是他是不同的人那比如说摩诃那有出家的，有在家的就是说同样的名字，但是可能是指不同的人那破群那。有时候叫做破求那阿含经里面我们如果引用的经典叫做破求那这个十二缘起的东西我们要了解，不了缘起，不了解缘起就是不了解法那讲到大智论里面讲到缘起的时候我们再详细来说那这样讲已经是比较完整的说法了。好，破群那，这里的翻译是写破群那。那有时候叫做破求那，但是不晓得是不是同一个人
婆丘那，一般就是婆丘那，或是摩尼婆丘那，或是摩罗婆丘那，或是前面有加个摩尼摩罗，啊，他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啊，摩罗或者是摩尼，啊，反正很多种说法，然后也有叫做婆丘那的，但是说的又不太一样啊，但是大概啊，可能不晓得是应该是同样的一个字。但是因为名字有很多是一样的啊，像二十亿有也可能是有两，从经典里面讲，那有两个可能不一样哈、啊。那这个婆丘那，这里叫做婆群那，在阿含经里面，同样的这部经典啊，谁处谁受啊，谁处啊，这里讲是婆群那经，无人得处，无人得受，这个是翻译啊，是中阿含。不是中阿含，啊，也是啊，这个应该是，啊，应该是杂阿含里面的啊，还是中阿含，婆丘那经啊，它叫做婆丘那经，啊，有一本经叫婆丘那经，它是在讲事实啊，应该是杂阿含里面的啊，婆丘那经，它是婆丘那经啊，这里是翻译婆丘那啊，但这个经文里面啊，相对应的经文叫做婆丘那经，好。那婆群那或是婆丘那啊，那么它大概有两种不同的，一种就是他后来证的三果啊，他可能是不同的人了啊，他因一样，一种是他证的三果，一种是他后来还俗，他曾经是佛的侍者啊，在后面善佛，就像这个就是他在后面善佛。那讲完了，他也没有讲到他怎么样，他只讲到比丘诸大欢喜，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那个后来还俗那一个。啊，然后他这种可能是嗔恨心或是忍耐心比较强，啊，他曾经做过佛的侍者，啊，因为你看在后面三佛的就做过佛的侍者，阿难啊，那个好几个在阿含经里面，啊，因为佛放过好几个侍者，啊，换到最后一个阿难才没有换，前面换了好几个，从舍利佛开始啊，就一直年轻的时候就有侍者了啊，就一直帮他散，后面印度天气热嘛，啊。那这个婆丘那也是啊，那么证过佛的侍者啊，那是后来还俗啊，好起烦恼了哈。那大概有这不同的几种说法。好，那我们来看婆丘那经啊，婆丘那经，婆丘那经一开始是讲到事实啊，那这里说谁处谁受啊，我们来看婆丘那经啊，婆丘那经。他是写这样翻译成这样了哈，那基本上就是婆丘那啊，这翻译的问题而已啊，音译婆丘那经。好，他是讲啊，佛讲有事实啊，事实啊，初团死，初团死我们叫做断死啊，啊，初团死。细处死，初团死，细处死，细处死，我们就叫做处死啊。等一下再来讲啊，初团死，细处死，然后意识死，然后事死。好，那通常啊，通常我们把它叫做断死。简单讲叫断食、猝食、失食，然后事食啊。然后简单讲，这个所谓食，所谓食不是真的是食物，它不是说它是一种食物，不是食物，因为它是由食物的意思来说的啊。所谓的食物，我们要食物才能够生存。生命才能够延续，生存才能够继续，我们才能活着啊！啊，所以说，简单讲白话讲，我们之所以活着的基本原因、主要原因啊，有四个，一个就是要有食物啊，初团食叫做断食啊。那天然的食物跟我们都不一样啊，那我们是要咬断、咬碎，然后才里面胃肠吸收，天然就不用，天然没有初团食。
啊，他们也有死，但是他不是像我们这样一段一段的，啊，那么猝死啊，那么猝死是，就是我们猝这个猝死跟这个，跟这个前面那个猝一样啊，就是因为猝之后会有什么，啊，会有受，受会什么啊，又有苦，啊，苦跟乐，猝之后就有受，猝之后会有受啊，那么。那但是这个畜跟这个不是这个畜，这个畜基本上是身体上的畜，身体上的畜会有苦跟乐啊。基本上它主要是苦乐受啊，就是你可以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身体上，比如说《伤害函》里面有讲什么叫畜死呢？啊，身体疲劳的时候你要按摩，那你就不疲劳了。啊，那你这个身体脏的时候会痒，很难受，你要洗澡，啊，洗澡啦，按摩啦，就按摩啦，澡浴啦，啊，那类似像这一种的，它也叫做猝死。那看起来好像跟身体有关，实际上是跟苦乐有关，跟苦乐有关呐，实际上是跟苦乐有关，啊，就是说，我们如果很苦，没有办法啊，那么我们要去除这个苦，那如果太苦苦不了了，我们就不想活了啊。没有办法去除，我们就不想活了。那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他这个畜基本上是跟苦乐有关，我们要离苦得乐啊，所以苦的地方要把它消除，苦的地方要把它消除，乐的地方要把它延续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啊。那这样就是，比如说你的身体很疲劳，那身体疲劳你要休息，要不然你就会没命啊啊，类似像这样，就是说。人可以生存活着，他基本上就是除了要食物之外，最基本的饮食、空气、水，啊，饮食、空气、水，这是最基本的。那还有什么？还有身体的状况啊，那其实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心理的状况啊，你要有活下去的这种欲望啊，哀莫大于心死啊，心死了啊，你活都不想活了。啊，就是你要有生存的欲望啊，啊这种，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有意识啊，意识要附着这个身，意识如果离开了，那这个根身就会怎么样？就会毁坏，意识离开了啊，受卵识嘛，人死叫做受卵识离开，寿命尽了，那么意识离开了，那身体就怎么没有热度了，没有热度了，就会冷掉了，啊，所以受卵识。那么像这个禅定的人。啊，那么他的意识并没有离开，那直持那个根深，所以即使他很多天不吃，啊，那也没有呼吸，啊，那么他也不会死，身体也不是冷的，啊，还是暖的，啊，那通常是这样，那这个叫做维持生命或是我们生活生存的四种基本理则了，啊，就是主要的因素是这个。好，那讲到这火球那件事讲这四个哦。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啊，因为这个就牵涉到这个婆球呢，在后面三佛善，然后善知三佛，他讲到有四十，他就讲谁识此事？我们看一下啊，他讲，他就问佛啊，问佛婆球呢就问佛，佛讲四十嘛，就是我们生存啊，基本上是依这四个，那么生命才可以继续存在。啊，那婆球那就问，婆球那就问，啊，他在后面三佛啊，就问谁识此事？他认为说，好像就是断食一样，吃这个食物，谁喝这个水？啊，那谁识此事？就是你看，啊，那佛陀就说，你这样问是错的，我没有说有谁在食用这个事，啊，不是，我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说生命。啊，生命就是我啊，那么的存在，我的存在是因为有事。我不说我是因为吃这个事、食用这个事而存在，不是，是生命的存在，我的存在是因为有事。啊，他说不应该这样问啊，他说佛陀说不应该这样问，佛说佛陀这是婆求那，啊，后面就会讲到啊，那。无畜无受啊，那佛陀说不应这样问啊，不应该这样问啊，啊，他原文是啊，
他原文是这样，意思说你不应该这样问，我不言有事者，不，求教他问谁使此事。我不言有事者，我并不是说有此事的人，有使此事的人，我不言有实事者，这样讲比较完整。我说是事实，我是说是事实，就是事是让生命延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事的存在，事支持根生，事支持这个根生，事缘名色嘛，名色缘事，就是事必须要支持根生，这个生命才会相续，不然就死掉了。那么根生就是事要支持，事会支持这个根生，它才能产生作用。事不支持这个根生，它没有办法了别，没有办法做新手，没有受想事啊，没有啊，没有六根哪里有啊？哪里有受想事？哪里有这些啊？没有。那么根生也要因事的支持才能继续存在，所以事缘名色，名色缘事，那名色缘事就是这个事实，名色如果没有事的支持，这个根生就会坏掉了，就死人了。他还是人，他一样是人，有眼耳鼻舌身，但不起作用，就死人，叫做死人。那这个，所以事缘名色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不言有实事者，我言我是这么说，是事实，我说，是死，那这个死不是说是食物，而是说生命延续，因为食物是让我们生命得以延续的嘛，那得一种力量或是一种原因嘛，所以我说是死，所以你不应该这样问，就是说他说你不应该问谁使此事，不应问，你不应该问谁使此事，那这是佛陀的意思了，谁使此事。那你应该这样问，这个是你应该这样问，因为他说应问什么，就是你不应该这样问了，应该问何因缘有事，那为什么，为什么有事实，何因缘有，就是为什么生命必须要有事，他才能够，有那种生命现象，其实是这样，何因缘有事实，他在讲这个。那人令未来有相续，人令未来有令相续生，因为有事，人令未来有，那刚才我们讲那个缘起，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这个是未来有，人令未来有。令相续生，就轮回了。那么有故有六六的处，就是这个有这个五蕴身的了，有这个身体生根的，所以有什么有六六处，就是有六处了，那六六处就是内六处外六处了，就刚才讲的无名行识名色，你看识名色，你看这里就是识名色，然后怎么样就有六处生出来之后就有六根了，这个是从人说的，从人说的。那么六六处就缘处，六六处缘处，六处他讲六六处缘处，那有六六处就会有什么？有心理活动，一根一根，然后在这个五根里面，就四在六根里面了，那由一根就生四，也说意识。那一根从哪里来？一根就那个心对于感官面对境界，那摄取进来那成着法，就一根对法成，其实是这样。好，那么六六处就什么啊？缘有六六处，所以六六处缘处啊，所以就是四，这里就是四啊，四，那么四跟什么六四。四在六根上就变成六四，那
这个六根六尘，六根六尘，啊，四六四六根六尘就有处啊，就刚才我们写的一样啊，即是一样。好，啊，刚才画那个图，现在大家看这个就比较容易了啊。那所以啊，第一个问，第一个问，那么谁？他是第一个问啊，那么谁识此事？那么他又问啊，为谁处？啊，就讲这个。他后面又讲了为谁处？那么有这个心理活用，那是谁在起这个心理活动？啊，是心理反应、心理活动，啊，因为六根对六尘，那么开始有一些想法，有一些看法啊，那么有一些心理活动啊，我们叫心所。然后讲为谁处？啊，那就问了很多问题了，然后为谁受？啊，那么谁在受？啊，那么谁在爱？啊，就从缘起啊，处说爱取有，好，那我们就不讲了，就讲这里好。那么他重点在佛陀跟他讲啊，那么就是无处者无受者啊，在讲这里啊，无处无受，无有处者无有受者。好，那么这个就回到啊这个大智论里面的文，他讲无人得处，无人得受，就没有一个实在的人啊，那么在处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啊，在受有苦受、乐受，那这又回到这个又回到啊，品波说到《银佛经》里面啊，但见正思，但见众生生死死时生死相续，法生啊则生，法灭则灭，都是因缘和合相位啊。你不要把它回去对照看啊，就刚才我们写的那个，所以这里都其实都跟这个啊可以对照那个品波说到《银佛经》啊。那这里就讲到啊，前面讲到有处有受。啊，有杂处有杂受，那这里又讲到无处无受，啊，那为什么一下子讲有，一下子讲没有？所以这个就叫做什么？为人稀谈，啊，这个叫做为人稀谈，啊，看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因缘。所以他底下有讲，是因为破群那寂我有神堕寂禅宗，啊，所以破群那问佛谁受，啊，那么谁识此事谁受？佛说。佛若佛说魔假魔假受啊，便堕寂常中，有一个我啊，那其人我见背负牢固不可移转，自故不说有受者处者啊，就这里。那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讲啊，因为这个里面还有一些问题啊，那我们要讲得更清楚一点啊，就要讲到那么所谓的啊，所谓的执我啊，那有时候佛陀也不讲啊，这个时候佛陀有讲，但有时候佛陀看人他也不讲。啊，像在那个婆伽种经啊，就是有一个婆伽种外道，那问佛，有我吗？佛陀不讲，三遍问佛陀都不讲，他也不讲有我，也不讲无我，因为如果讲有我，他会更执着，他本来的常见；如果讲无我，他会变成断见啊，所以怎么讲都不好。那这个是他有讲，他就直接跟他讲啊，没有处者，没有受者，啊，那这个我们下次再来仔细讲。好，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我们就解决这个所谓的处、受跟杂业报这个问题。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